应该万岁。出生时说来中道的妹妹，但是媳妇的半中途，以为救了公主一党殿下，又讲在等你，无一个圣上误解我私意，如今是要叫我二郎你何时好？拜罢了。皇上圣旨在前，若欲死对抗，随地救赎，连累保驾。不如我二郎就休书一封，命将军送回故乡，予伊数年关系，了解二郎为难，这段日子经过，确实公主领地宽宏大量，接受数年，望我会当一家和谐，赶紧准备休书写信来呀。太夫妻团圆。